社会啊，变成这个样子，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。哪里出了问题？教育出了问题。这个地区是安定还是动乱？还是问我们怎么办？想那些没法子，找老祖宗，找老办法。祖宗真有办法，只是我们不敢听，自以为是，崇洋。中国几千年前就讲清楚了，就讲明白了，蒙合四书五经，看中国的历史，看中国历代，在全世界中国人懂得教育，也最会教育，人都被他教好了。中国一直到满清教育没出问题，他叫什么？细心去观察四书开宗明义，一句话就说出来，教育教人，教人做好人，教人做一个有用的人，教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每一个小朋友都懂得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要佩服老祖宗，老祖宗真了不起。我们想把老祖宗这套教育的理念方法介绍一个外国人，给他们谈了几次，很有兴趣，没有想到他真干。这个我们佩服的五十多天，我听了之后仔细再看看，再看看他的行动，真想干，我感到很诧异，感到语言成熟了，在国外做样板，然后我们再向这个样板来学习，我们才在考验样板，还没有决定采取，台湾也做起来，而且大家做得很有成就，我听得很欢喜。中国小学基础教育，小学扎根，基础扎根，扎什么根？道德，家和万事兴，百善孝为先，这两句话确确实实三五年来都没有跟动，在中国做成功。小学主要的教育叫什么？教语文，小学的教材过去用儒家的四书五经，这个教材不错，在中国造成功，外国人也想试验，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发扬光大，
我们感到很可惜。孝学古人是孝学做人的教育，教你站在社会上怎么做人，中学教你做事，大学你可以对社会国家对世界做成一件贡献，希望你是一个有用之才。所以小学基础教育做人的根本要做到啊，人都做不好了，问题严重。所以中国做人的教育，中学做事的教育，大学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贡献的为目标。我们这些天不去搞别的事情，得想尽方法把中国教育搞起来，还是要人之初先本善，一路一路向上提。你们年轻要真干，越干身体越好，因为现在国家需要你，人民需要你，诸佛菩萨需要你，人类还算不错，还想学。我们提出来小学教育宗旨是什么？伦理道德扎根，见到父母还是拜一拜好，让父母的感情永远不要断，父母亲爱之心爱，老师老师之前跟父母没两样，我们见了老师得拜，不迷信啊，为什么不接受？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见了老师给老师都是顶礼三拜，我们发现带头，你们不干我干，你再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吧，我再跟你细讲。老师辛辛苦苦，现在他要学个车成个学生没人学，真正想创学想学的，他真想教，我们真想学就对了，我们要做榜样给学生看。早年头我年轻亲近方东明教授，见到方老师恭恭敬敬地站住向老师请教，他给我上了一堂课至少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，课上完我们离开，我们是顶礼三拜才离开啊。同学们看起来奇怪啊，他为什么肯教你啊？我说见面顶礼三拜就凭这个，他就要讲他就要教。你们没有我有，星期天我一定到老师，你们没有把老师看在眼里，老师想教你到哪里去？我跟他去上课是在家里，不是在学校。
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对老师、对父母一份恭敬心。他不是别人。现在你看年轻的学生们不懂得敬老师，我们今天这个表演是把中国自古以来尊师重道表演出来，你们已经过时，我这里还没有过时。父母要敬你，早晚要敬你，亲情永远保持，没有中断。我们做个别的同学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教下一代，学生跟老师行跪拜礼是应该的，老师一定要认真教你，不认真教你，对不起你，要把这个礼节恢复一下，还要带到外国去，还要带到巴黎。好东西不是坏东西，好到现在一般人不认识，我们要把它拉回来，知道敬老师、敬同学，同学有爱，互相帮助，这个时候同学这一生是一辈子，希望同学不要忘记，好朋友难得，好朋友都拿年轻时候去，我到这边来，南部的同学都来看看，友谊关心，我们要做个学生看。他大同学看到我见到方先生跪拜礼，他觉得奇怪，没奇怪，他没个别叫你，没有。我说我跟他是个别教学，他就我一个学生，我不恭敬谁恭敬？师生同学关系渐老，同学手足一样，希望我们大家努力，把中国教育播扬到全世界，做得到。以前我不敢讲，现在我走了这几圈，敢说。不但有老师，还有同学。迟了几天，老师要是在的时候，我们学个傻瓜来表演这些戏，速度很快。